今天我们继续来打卡，看我们这个花型，第四组花型，今天我们就织完了。织到这里了以后呢，一定要记住，左右开始了新的花型，也就是说又开始这组花型了。第四组花型终于织好了。现在织完了以后，看看这个绿色配卡其色的，本来呢想织那个黑色加灰白比较经典，刚好呢这个卡其色是织羊绒衫还剩下点线，那家里有绿色的我也就没再买，不过织完了以后感觉效果还不错，孤品不撞款，呵呵，喜欢。